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玩乐跟女，我是八号好人。没有几号几？什么几号啦？做任务喽。一，笑死了。哇塞，这个炸弹来的也太快了！让我先调个温度。好啦，我来喽，我解喽，我解喽，我解的，我解的，八号解的，快跑！不要追我，我很害怕。八六，吼！这一刀不会是八，也不会是六，不像是刚刚去后花园的人，因为这一刀落在观景台观测星座的地方，狼人直接跳地洞走了，我听到地洞声音。所以刚才如果你有去后花园的，你自己报一下号码，排除嫌疑哦，先排除哦。我先去厨房加工食物，后来客房拼拼图跟 bug 下载资料，我有看到。三号上去，可是这个速度感觉他上去是听到地洞声后然后拍吗？应该是刀完人跳地洞，然后八号马上拍，那三号应该不太可能。100%是三号啦，三号刚刚那边假装下载数据啊，然后一号那边关心啊，就吃刀了，全票出三了啦。一号又被第一个死掉，我刚刚也有去后花园呢，然后。八号，你都没看到我吗？然后我最后本在那个街机厅打游戏，看到你走过去就按报告了。不是啊，我一开始客房投饮料拼拼图，然后后花园没去，然后观景台找星星。十号从阅览室出来又进去，找完我要去电力室就被拍了，所以应该是十号吧？我没有跳地洞啊。刚刚我要去阅览室的时候，我先经过在大厅往那个阅览室方向的时候，我先经过三号，后来我有经过十号。哎，三号，你跟我讲是从哪里跑来的？我刚刚一开始去电力室，我记得有遇到我出来的时候遇到七八他们进去。然后后来说紧急任务响，我第一个上去，我都没看到任何人。我拉着上面，但是下面我不知道谁拉的，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没关，我们解完之后也没关门，我就直接在那边转发。转完发之后，我跑到那个监控室那边调26度的时候被拍过来。哎，我已经调完了。好，那我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先去餐厅接线，储物间装水，确实有看到九号在厨房。然后装水那时候炸弹响了，我上去进去就解完，好像28解的吧，我不确定，就站在28就站在中间。然后上面下面好像有人，但我没有注意是谁。然后我268就是往那个接机厅跑，然后我记得我往下跑有看到四号从餐厅往上跑，但最后我有看到十号在餐厅内。电力室配电盘，然后调温度，然后接电线，监控室接电线，然后我记得里面好像是2468吧，我是在外面，然后往下走的时候看到十号在餐厅，就这样。那就投三吧。三号，你是往哪里来的？三号往哪里来的？我从客房，然后上去接机厅玩的，我从雕像去电力室。你不是在观景台吗？对啊，你要投谁？不是三就是死，不是三就是死。三啊，先投三好了。我在这么远地方，大家看到我还在死。是马上跳地洞哦，我有听到地洞声，我才按报告的。刀人跳地洞，我按报告。真的不是我。好，那就死哎，怎么办？可是大家又说十号在餐厅，不是吗？哎，很难呢、欸。九号、十号有鬼哦！还是这一刀是别人刀的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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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完了！九号、十号有鬼！九号、十号有鬼！好好，这个骗子怎么会这样嘞？哎，不过任务做蛮快的。
不会要进来杀我吧？哦，有害怕呢，有点害怕哦。好，我就知道是你。九号在朱天勇直接刀了八号，一把刀我刀的哎、欸，都你刀的，强强强！十号躲在里面干嘛？你在酒吧里面偷懒。九十都是狼啦，然后刚刚二号你是跟谁在一起？是六号还是谁？我忘记，我没仔细看。五号还是六号？我做完任务了，所以一直在大厅的钢琴旁边。好哦，那这边的话，我刚刚先去露天泳池装水，观景台观星。那时候遇到蛮多人，四八都有遇到吧。然后观完星之后，我继续回储物间装水，有遇到二号，然后往酒吧的四号从上面下来。大家也太安静了吧？嗯，狼人真的杀好慢哦。应该十号是狼人，因为刚刚上一场投票九号、十号一起弃票。我还有两只狼哎、欸，你们太夸张了！哇，好厉害！中枪！为什么你知道二号是狼？也太强了！哦，好，我想说 CD 也差不多了，警长下一局的 CD 也差不多了，所以我就先拍死了。好啦，票我啦，我对不起安吉，我都没有刀刀人。哇，我的储水已经储到已经剩大概在一秒钟就储完的锁。怎么都没有听我的线路啦？是路线，不是线路。小明还是好人，你们觉得可以相信吗？还是我们把任务做完就好？我喷个水很快。哎、欸，他可以相信吗？不可以。是十号，刚刚是十号枪的、啊。哦，十号枪的，好吧。十号，你不要演，你不要一直演狼人，好不好？很烦呢、欸，真的。请问我哪里像狼人了？每一局都这样，都像个狼人。我没有说谎啊。你声音有个爆，你有个狼音。我都没有爆，我连爆路线都没有爆。哎呦，六号先给你下去了。哎呦！啊，来不及打了！为什么要演狼人？对呀、啊，你每次警长都要演狼哎、欸，偷狼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要 talking 一下，可以吗 ？Yes。那个就是只剩下一个任务，然后死两狼，他拜托就认一下吧，好不好？认一下，你管人家，人家的战术跟玩法，你管人家。对呀、啊，搞不好赢了怎么办？对呀、啊，我就想保护狼人的东西。好啦，还蛮好笑的，哎呦，真开心，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